这个是喇叭花，这个是玉米，这个是什么？草草。这里面有苹果，你没有看到吗？苹果它也不是菜，你可以吃，你可以吃那个苹果炒西红柿啊，苹果炒西红柿啊。咕咕咕咕咕，你要相信自己抓得到鸡。加油。对。啊！我不敢抓啊！那其实还有一种方法，你把自己想象成一只鸡的话，它就会觉得你亲近，就不会跑了。你看，这种感觉。做完这顿饭，觉得对于和对方的关系，你跑了那么大一场戏，等一下跑了，我跟你讲。跑了。没有。哎，我想看见你吃你的表情。点一个香醋，然后点个醋，不是醋，香辣，香辣，香醋，你饿了吧？